韩国人吃炸鸡习惯搭配冰啤酒。若想尝试这种道地的韩式吃法，到马布城绝对吃得到。其实马布城就是由韩国人开的餐厅，店家将门框做成冰沙啤酒的造型，大荧幕时常播放着韩国综艺节目、韩国歌曲，带给人满满的韩国风情。而招牌炸鸡有很多种口味，其中蜂蜜炸鸡最受欢迎，不仅外皮金黄酥脆，鸡肉柔嫩多汁，淋上浓厚香甜的蜂蜜酱之后，令人赞不绝口。另外一道辣炒年糕拉面也值得尝试，年糕拉面的口感 Q 弹，还有颗白煮蛋，味道是辣中带甜，吃完之后很有饱足感。